前途。日本在1868年开始明治维新了，日本人伊嘛是开始做发明，所以日本这是全世界发明的数量上界侪的国家。因为较早日本人在1868年之前，因是靠掠鱼、海洋来这个生产因的食物的来源。但是1868年以后，日本呢开始开发因的脑海，开发因的脑海就是来发明来这个改良商品啊，这个拍商品的品牌。咱台湾嘛是做这个领域哦。咱台湾去年去参加日内瓦发明展，咱金牌得来。咱去年去参加日德国 IF 的设计展，咱金牌得来。咱去年咱的少年人去德国纽伦堡发明展，咱也金牌得来。哦，总冠军哦，这三个拢总冠军。咱去韩国的发明展，咱嘛是第三名得来。所以讲，咱台湾因为咱的教育普及。对日本时代到近100年的教育呢，使得咱的台湾人、少年人头脑非常的好，教育非常的赞。所以讲，咱也来做研发的吼，咱的厂商的竞争力会提升，会提升。所以咱就爱来行这条路，唔通干那像马英九政府呢吼，讲想要来去降低生产的成本，伊即拢干那用降低生产的成本呢，才要去签一个法，和咱的厂商去中国。结果呢，一个法来甲签未了。就变成讲，咱台湾呐，都在发展什么货？发展石化对台塑有利，塑胶、这纺织、钢铁、煤炭，这五个产业拢是高污染的，拢是高污染的。咱来看梅寮地区，梅寮地区的6000里啊，6000、3000个员工嘛，无用到梅寮的员工，遐个感情、调感情的人数字。一直增加，所以卖寮遐环境是个污染，卖寮遐人够有好处，无好处。所以讲，咱发展这即个高污染的产业，对咱台湾的生活环境来讲是非常的歹。今仔日一句话签下了，中国伊伫即个电机电子，伊伫即个生物科技啊，伊即个生物科技的医疗器材哦，伊伫即个蔬菜水果伊的收益。各位，咱太去签着一个一句话。来，让中国来这个发展伊的高科技的电气电子，来发展伊的这个生物科技，来发展伊的这个蔬菜水果，来对咱台湾不利。这种政策呢，绝对唔是迄个以台湾2300万人啊来做优先许可的人的政策，是绝对是以13亿的人口来做伊的同胞，伊才会来讲，安尼我来签一个一个法呢吼，另外迄13亿的人。来发展高科技呢吼，安尼对伊来讲，未嘛是伊报伊的祖国伊一个机会。所以讲，一个话，这是以大中国的思维所思考出来物件，迄是准备要走向台湾交中国啊，统一成一个合一个国家，和咱台湾和中国并统一个初步阶段。所以一个话，伊唔是对经济啊的利益来考虑的，一个话的这个动机。是政治的考虑，经济部因所做的研究，拢要来合理化这个政治的决策，所以讲这个物件对咱台湾非常的不利，咱千万袂使签落。那签落对咱台湾非常的不利。中信对去年4月开始伫演讲场咧演讲，电台咧讲的吼，因为我感觉我个人的力量实在是有限，我从法律上以这物件对咱台湾的排害。甲听众来报告，我希望各位会当来啊，将这个声音呢，过来向外来传出。因为各位绝对袂使予伊签落，若签落，咱台湾的第三界阁垮去，哦，那袂当予伊签落，咱即卖就是靠立委的选举，咱已经30个立委补选已经赢了，赢了真水。各位，尤其是这个台中太平迄个选举。代理叫太平的吼，这个所在我去演讲过嘞吼，也是以中小企业、以机械、零件制造为主的这个地区。本来拢是国民党的弃票区嘞吼，结果咱的候选人民进党的嘞反对一个法嘞吼，而且赢万几票。所以咱知影，正已经中小企业主已经反对这个一个法。所以咱啊，这个立委的选举30赢了，咱正即马40的补选，2月2740的补选。主要咱来停这个反对一个话候选人呢，咱若40个选赢，34，明年的五都的
今年五都的选举，咱就来赢。三四五，2012年，咱台湾的政权，咱政权台湾人要甲落倒转来，三四五六，台湾就顺。三四五六，台湾就顺。所以咱真的要用这个方式，希望各位呢吼，三四五六，咱四席的立委绝对过算，爱全部拢当选。安尼呢，那真正达成安尼，马英九呢，伊的国民党的立委。会跳出来阻挡马英九，你袂使跟阿签落，签落国民党的立委无一个会当保证会当选会着，所以讲咱真敢会当用选票咧吼，来甲马英九来做一个教训。啊，我相信四席的立委若赢了，我相信马英九唔敢签落。吼、哦，所以以上咧吼，我伫遮用今下晡时间咧吼，我来甲各位做报告咧吼，我真感谢各位吼，今仔日阿哥来遮哦，遮热心，感谢各位，感谢。谢谢。许忠信许教授这么精彩的演讲，各级干你可以掌声干加油好不好？三十五楼楼下孙呐哈，三十里面会关呐，快来下，这气血都爱加点不？我当三兵都爱牙点不？两千靠着你牙嘛，总统牙怎来好嘛？台湾的人对不？其实杜啊，我很仔细听哈，我要甲各位报告，确实，如果讲咱哪个来签 ECFA。但是无法度甲其他国家签自由贸易区的话，台湾的经济才是会垮落去。台湾的经济才是锁国，锁入去中国内底。咱必须要知影，中国对台湾的政策、台湾的政略无改变过是啥物？和平统一、一国两制。伊对咱台湾顶个一手挥断对咱，两个一手加紧在做，就是经济在前台，政治在后台。伊甲咱讲。讲 ECFA 签落去，马基有甲人欺骗讲，咱甲别个国家签 FTA 就可能有希望，这是骗人的话。伊中国的商业部的部长在去年四月份的时阵公开讲过，讲自由贸易区是主权国家在做的代志。台湾甲中国签 FTA 哦，签 ECFA， 无代表台湾会甲其他国家来签自由贸易区。所以各位。如果台湾敢若甲中国签 ECFA， 台湾无法度甲其他国家签自由贸易协定的结果，就是咱的经济完全失去自主性，无自主性的经济，咱的政治、咱的生存都无独立性。中国都真清楚讲过，签 ECFA 当然有政治的意义。所以各位，今仔日咱也是为着保护台湾的生存安全。要保护咱的经济自主性，要保护咱台湾永久的主权的独立，莫让中国碰落去。咱一定要大大声要求 ECFA 爱公投，对不？大家不妨特别强调讲，台湾闽客和，台湾兴，闽客如果倒的话，台湾亡。所以期待台湾，不管是多少族群，只要爱台湾，共同打拼。那卖英九领导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所以今仔日继续来看大悲哀咒，啊，这精彩的这个影片，多谢。